我好鍾意飲茶㗎，品牌用咗capsule嘅概念，做成傳統茶同養生茶，同我回水中西做衫嘅概念好夾。設計概念呢係嚟自紅山玉龍，我以佢做咗聯成系列嘅logo，象徵着我哋第一次嘅合作。 我再用咗graffiti嘅手法設計出整套嘅系列，希望推廣茶文化，令品茶更加時尚。我最中意係飲補血養顏茶，沖咗出嚟好有桂花同人參烏龍嘅味道，非常香濃。我會推介大家嚟Château試下。